你好吗？三个字存在什么的意思？还未落笔一刻，根本不会知。难送于疏远意，临别释出的善意。明日或轻得仿佛一双信纸。再见讲得多么简洁，听不出后悔。天真相信失散定断聚。你与我经几多交际，急速生活里，下个欢送又是谁？的那天，船鸣的补铁路，延续分叉的路线，回头大家找不出相交那点。再见讲得多么简洁，听不出后悔。天真相信失散定团聚。想再会，难道你又能够只够四十岁？应该给予你祝福，将一丝眼泪滴进去，最刻骨铭心。过去像追忆铺满你身躯，再见讲得多么简洁，听不出后悔。天真相信失散定团聚，你与我于一千多岁，还曾想再会，难道你又能？够四十岁，你好吗？三个字存在什么的意思？浮沉在花花世界，终于会知这心意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